我在这边先肯定一下苏院长哈，我是蓝营的议员哈，但长期我都观察蓝营的的政治人物，但苏贞昌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我特别去观察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哈。其实我都觉得，柯文哲早上七点半开会，嗡嗡是学苏贞昌的。苏贞、嗯、昌不管当二零零六的行政院长或者这次行政院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说很早就上去上班，他的幕僚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哈。 那他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收集所有的雨情、啊、对。那把雨情收集完之后呢，再来做一个他整整天上班的开始，其实是非常认真的一个行政院院长。觉得那么有感了，为什么过去来银还一直要叫他下台嘞？但是这个是政治上的攻防，这没有话，这这没有话说嘛。这个哈人呐、啊，在在位的时候哈，大家都说他很好，那有些人可能是基于。 哦，这种奉承啊，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的立场啊，这很正常。可是呢，人下台了哈、哦，大家都说他好，我想这不容易。 那、啊、有些人呢、哦、下台的时候，大家也可能就是表示祝福啊啊、呃，这个哈、哦，其实心里面是期待的。那这个就表示他做的不太好了哈、哦。那目前看来呢，苏院长显然是属于前者了，就是这四年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呃，蔡苏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合作无间，但我们也觉得蛮奇怪的。好，请教一下崇文议员哦，那为什么蓝英这边呢，嗯、从过去以来啊，就不停的放话说，哎呀，要苏贞昌要下台啊！」你看刚刚啊，各位来宾说的啊，政绩那么多，苏院长真的有做那么差吗？ 其实我我在这边先肯定一下苏院长哈，我是兰营的议员哈，但长期我都观察兰营的的政治人物，但苏贞昌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我特别去观察的一个政治人物了哈。其实我都觉得，柯文哲早上七点半开会，嗡嗡是学苏贞昌的。嗯、其实过去哈，他身旁的很多幕僚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哈在。 苏贞昌不管当二零零六的行政院长，或者这次行政院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说很早就上去上班，他的幕僚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哈。那他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收集所有的雨情啊。对。那把雨情收集完之后呢，再来做一个他整整天上班的开始，其实是非常认真的一个行政院院长。 那至于这一次的这个二零零六跟这一次的这个行政院长的这个任内哈，他唯一只有一个比较小小的差距，就是这一次的金句比较多了，过去的那种金句语录哈比较少了。那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金句被这一次的选举之后败选之后被放大，然后大家请要要要他改革？我想刚刚有很多我们名嘴都有评论，但是哈在认真做事这上面。 是值得肯定的啦，哈。那当然，在野党刚刚苏北议员有讲了几个，其实他有几个政绩，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感哈。那、啊、你都觉得那么有感了，为什么过去蓝银还一直要叫他下台嘞？但是这个是政治上的攻防，<laughs> 这没有话，这这没有话说嘛。攻防是是，政治上的攻防，那是不是下台是总统决定啊？那也是类似，但民众，我站在民众的角度，切几个角度来看呢？哈，在民众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我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我当然会希望有没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行政院长可以带来新的一个，然，效率这个先不谈，是不是有个换瓦新瓦新嘛，对不对？那民进党的支持者当然他会挑了很多的，譬如说何志伟也跳一下，王世坚也跳一下，苏贞昌的金句他也挑一下、啊。他如果是有点特例哦，你不能讲特例哦。没对我就是要挑一下，挑 <laughs> 一下，那他是不是是不是可以瓦新瓦新？当然不可能全部都觉得他好，嗯、但是总归。<coughs> 总体评价看起来了哈，没有到这个民众讲的，但挑他的问题出来。总体评价，第一个，领金认真的为百姓服务，我们是真的是看得到了。那再来就是他为什么要他下台？当然有很多的瓦新瓦新总辞，年轻人都喜欢新的新的新的行政院长。但是未来这两个现在爆派了哈，爆派这两个未来可能会接的行政院长的人选。 他真的要去面临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哈，他这么认真，那你们这两个，这个未来要上来的人，可不可以跟得上脚步啊？会不会跟不上之后呢，反而民进党的士气又被这两个未来的这个行政院长的这个人选，嗯、会不会被拖垮？也是一个必须要去去去去去思考。第二个，他的执政，哈，他在他在施政方面，其实他是非常有魄力的，他在做每一件事情很魄力。那这两个有没有这么大的魄力？嗯 第三个，当然这两个有一个优点呢，就是京剧会可能会比这个这个京剧语录会比苏登章少啊，这可,可能是只有这个优点，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一月二十六号的结果是什么，就先排。 好，这样子的话，以后蓝英就可能比较难挑毛病了哈，对不对？那请教一下国胜老师哦，因为包括刚刚文议员就说啊，瓦心瓦心那你看從文议员他自己也很认同苏院长的一些过去的做事的方式嘛？但你觉得哦，如果接下来好真的有新阁揆的话，那潜在人选有可能有是谁吗？ 首先呢，刚才崇文议员这样讲哈，我觉得蓝营如果都是这种态度的话，台湾的社会、台湾的，该肯定要给他肯定，该批评要批评，对对，会进步嘛。因为本来没有你相不相信，如果今天呢苏院长还没有下来的话，他还是坐在这边继续骂，只是因为要换，可能要下来换人的时候，他还是好的。我有肯定他很认真了。我想这个哈人呢，在在位的时候哈，大家都说他很好，那有些人可能是基于。 啊，这种奉承啊，还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的立场啊，这很正常。可是呢，人下台了哈，大家都说他好，我想这不容易。啊。有些人呢、啊，下台的时候，大家也可能就是表示祝福啊，啊，这个哈、啊，其实心里面是期待的。那这个就表示他做的不太好了哈、啊。那目前看来呢，苏院长显然是属于前者啦，就是啊，他在这个四年的任内啊，啊，其实反映了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啊，其实民进党啊，蔡总统的执政哈、啊。 相对来讲，对于属下的授权还是蛮确定的，所以呢，他执政这几年哈，啊、哦、院长也不过就是换三任而已嘛，哈、哦，这个啊、哦、从这个总统民选以来，其实相对来讲政府是稳定的，啊、哦、那这中间呢，这个代表了他对这个院长相对还是信任，啊、哦、这个尊重宪政的体制，嗯、那中间当然有些意见，那很正常啊，要不然的话就啊、哦、这个失去了政治上相互协调、相互妥协的这个意义吧。 那第二个讲这苏贞昌的这个金句很多哈、哦，我觉得有些金句哈、哦，好、哦、是被刻意渲染放大了。嗯、好，比如说呢，他说这个如果中国打来的话啊、呃，存几支扫帚嘛，还怕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抵抗的决心了、啊。结果很多人给他歪曲说是要用扫把去抵抗，这哪有这种事？不会是这样子嘛？所以好、哦，在这个四年的任内、哦、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苏贞昌哦、啊，好、啊，他公布的政绩呢，这个多半是属于内政，可是呢，在国防国安上哈，好、啊，其实也琢磨甚多啊。比如说啊，两千四百亿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啊国防特别预算，还有呢，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应付这个疫情啊，这个非洲猪瘟哈、啊，这个猪的疫情，还有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人的疫情哈、啊，啊，这两个呢都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哈。啊 哦，能够经过这么长这的时间的压力，哦、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挑战，哦、啊，都能够支持下去，哦、啊，嗯、我想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像比如说七点二十五分，啊，今天苏巧卫稳的脸书哎，苏、欸、七点二十五分，哦、啊，他又去这个在外面，啊，这个视察，意思就是说，纵使我已经辞职，可是呢，任期上来讲，哦、啊，这个还有我还没有新的人来接替，我就继续要啊，把这件事情做到好，做到底，而不是说我就忙着打包啊，什么事情就甩锅了。啊，我想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来讲，哦、啊。 代表了这个民进党哦，其实哈，这个不管谁当院长，嗯，总统还是蔡英文，嗯，所以呢，谁当这个院长呢？其实啊，重点都还是执行这个蔡总统的政见，对，啊，执行他的意志，嗯，好，所以谁当院长，其实说实话的哈，执政党还是同一个啊，相对来讲哈，所以啊，很多见风插针说什么啊、呃，这个绿营拜系啊，怎样又怎样哈，我想这个都不必。那至于说哪个人选比较适合哈，当然呢，这个我个人看来哈，因为总统还是蔡英文嘛，所以其实谁哈。 啊、哦，相对来讲差异性没有很大，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承建人，嗯，啊、哦，那代表呢，啊、哦，第一个就是未来的这个一年多哈，啊、哦嗯哦，相对来讲啊，这个朝野哈、哦、是走向比较追求这个和谐的路线，啊<對>、哦，这个很清楚嘛，因为陈陈院陈建人，啊、哦，他也有政务官的资历哦，他当过。 啊，卫生署长嘛，所以啊，不是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政坛的新手，但是呢，相对来讲哈，啊，他的这种啊，对外的形象啊，对于这种部署的这种态度啊，这一点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啊，温文,文啊，这一点，所以啊，这个给外界的形象哈、啊，可能第一个就是啊，这未来的这个是走向和谐。第二哈、啊，陈建人是工位专家，这全台湾的人都知道哈、啊，所以呢，如果是承建人担任阁揆啊，其实也代表说政府对于未来一年哈。啊 这个随着中国的逐渐开放，疫情有没有可能哈、哦、好、哦、再度有所变化？好、哦，这个超前部署，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现在中国这个啊、哦，这个他们从躺平之后，疫情哦，这个是哦野火燎原呐、啊，这个烧的速度非常快啊、哦，这点。 这个在过年期间，我们当然不特别谈这个，但是重点来讲哈，好，这个未来哈还是要预先预防。所以现在一位是有疫情的专场，<以>一位可能是有国安的专场。对，那顾立雄呢？哦、其实呢，如果是顾立雄啊，这个秘书长的话，第一，他现在是国安秘书长；嗯、第二啊，他有个很重要的资历，他当过经管会主委。对。啊，所以啊，代表未来一年，如果是顾立雄的话哈，可能很重要一个部分哈，啊，是放在财经，嗯、啊，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哈，啊，美国的这个升息哦，逐渐的啊，这个。 就降低之后哈，啊，全世界的经贸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啊，尤其是台湾去年的景气哈，啊，相相较于过去是有一点点的这种趋缓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景气哈，把它这个提升啊，复苏啊？ 因为这次的选举哦，这个其实啊，苏贞昌政基三十几项虽然不错，可是呢，一般啊，这个人民还是有部分感觉到啊，疫情啊，造成了他的生计啊受到了影响啊，所以才会要求要发钱嘛。嗯，啊，这点来讲有影响的。所以如果是顾立雄哦，可能一个财经内阁的概念哈，是非常重要啊。你这个怎么样啊？在这个未来新的一年哈，好让大家觉得这个经济继续成长啊更有感啊，这个不管是对。 执政党的选举，还是对于这个人民的生计我想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这两位人选哈，我看呢，这个基本上是各有所重啊、哦，这点是很重要的啊、哦。而且呢，这个苏贞昌还有一个重点，他年纪虽然比较大，他七十五岁了，<對>可是脑袋并不旧。好、哦、像刚刚讲到那个同婚哈啊、哦，这个。 进一步扩大哈，蛮新世代。对，其实这是蛮新时代的，嗯、而且在台湾呢、啊，其实呢这是一个重要议题。可是说实话，影响到的人哈、哦，嗯，没有那么多，嗯、哦，但是呢，他还是给他推动。但是为什么没有中国呢？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还不承认同婚。那对于中国的。 这个配偶哈、哦，好来到台湾哈、哦，这不只是内政问题，这是国安问题。中国就算同意同婚来到台湾结婚，他们也会跳脚吧？对，就是因为中国结婚这些哈、哦，对台湾来讲，除了跟其他国家的人哦有入境的问题之外哈、哦，嗯、社会的考量之外，还有国安问题。所以这一点来讲哈、哦，我们呢，如果现在允许啊，中国来的同婚也可以的话哈，好，这个中国是不你会觉得你在挑衅啊？因为中国不行，你就跑到台湾去，好、哦，所以这些来讲哈、哦，其实。 感觉上这个政策啊，宣布归宣布、啊，中间的这种设计啊，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吼、啊，啊，这点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啊，啊，这个台湾哦、啊，看我们重点是偏向在啊这个财经，嗯、啊，啊还是防疫。 好、哦，这一点呢，其实两位现在的台面上人选哈，好、哦、都各有这个长处了当然会不会有第三个人选，这也很难说了哈。但是反正总统都是蔡英文，嗯，啊、哦，而且呢，立法院还是民进党多数，所以啊、哦，这些未来的这个政局哈、哦，我想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好。